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是第40届日本棋圣战挑战赛的第二局，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井山裕太九段和山下进五九段。那么之前呢，我们为大家挑选的一些棋局呢，大多是国内的对局，还有国际大赛，日本棋手的对局呢比较少。那么今天为您挑选的这盘棋呢，因为对阵的双方呢都是日本数一数二的顶尖高手，所以棋下的还是比较精彩。好，刘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是介绍日本棋，因为之前呢，我们国内比较棋局，韩国、中韩的多，那么日本的棋比较少。今天这个讲一讲日本棋，因为现在日本这个棋局啊，离我们最近对局啊、对抗都比较少了。那个年代，我们是中日围棋擂台赛，那个时候是风风火火比较多。我们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日本当今比较强的，井对，台是井井山山应排该名排第第一一，位是的。啊，山下九，这都是可以代表日本这个现今这个水平的对，最强实力的应该啊。说那么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棋局，那我好。们要了解一下现在他们的具体水平对，啊。这井山和山下呢是这个是小棋圣，不是大棋圣战。这7月20号下的，对，这个刚下的，这是第二盘，第一盘呢是井山1-0领先于山下进五，是，现在是，山下执黑是先现行，在这黑棋啊，黑棋。对，然后白棋下了个星，对，挂挂角，角。对，这个，对，这个棋一看有点像这个韩国流啊，这个日本它这个现在也都国际化哈，都是互通的。这个棋呢，就是网谁络上下都能完，看见，马上就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个是的，新手啊，一个网络时代，根本这个就说也保密也不可能对，啊，到大家都很快都是。所以呢，这个现在也都下这样的棋，比较力战的，可以力战。我所知道山下进五是一个。执黑的山下进五是力战棋，他这个，经常走一些就是不是循规蹈矩对，是的，的，是像的，日本传统那种本格派呀、对，很多什么他都不是，大竹小林光一那种风格他都不是，他是走的是比较奔放，比较对，走外式，他又不是纯粹的武功流，对，而且他以前的棋经常有下在五五啊，或者是，比较出乎意料的地方了，就一开始就下也五五对，这个山下进五是属于力战棋，力战棋，那棋很有想法，下的，过去我们理解这个日本棋，它比较是本格派多，对，本格派什么走定式啊，走理论呐、啊，说理论这个居多，现在也不是那么回事了，可能他是走这个，你看分头，这个山下进五居然这碰一个，这个棋呢，这是以前这个中韩。这个棋手研究的多，在某一个时期，这个中韩这个研究这个，就是直接碰，按理说有背这个常理，啊，人就家觉刚得一怎么拆你能就碰一靠个，上这去个是吧？一般都没有这样下法，哎，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他想啊，如果就碰了之后呢，我是如果只是拆，让你随便拆，但是碰一个先看看你的招数，如果你就这么。搬了，走啊，我就跟着走。这样呢，我就加强这个。哎，你要粘我就搬，哎，你要长我就贴。就是我把我这个空给它围大，牢牢的围住，哎，就你看，想这样拽着你走。对，这是个就是等于力量，的，它力量型。哎，一般都是理论是都先规规矩矩先站好边角，然后再说。啊，这个我们这个啊。我来。这个，所以这个碰啊，这要一般不这么下，除非你都有过研究。这个呢是真正有它有备而来的，对，这个布局一般都是这样他的，对这个形状他研究过，肯定啊，没错，这个以前也有人下过，对，这个他一般的情况啊，他是搬在上边，搬在是的，上边，白棋实战就是搬上面搬上的，边，
那你要扳下面它退，你长它就拆了。对，是的。哎，它这扳退，然后你粘上它就跟着走。如果扳它也就扳，它就要围控。嗯。就这样，白棋拆，这是这个形状是最多的、最常见的。一般的情况是这样，碰的你要长它也跟着硬贴。对对对。因为它是想城市嘛。对。现在走这个你不扳呢，他说干脆我来扳吧。就是这样。其实黑棋呢，就是以这个小目为中心点，然后想把这块棋给它撑住。撑住啊，这是一个立棋的一个布阵，立叫我们说叫秀肌肉，就是要力量，力量大，力量大就干脆就这么硬来。刘老师，您是不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不不，我那个年代都没这么想啊，就没有这么研究这么来的，觉得太过了是吧？过我就不知道谁先下出来的，这样我觉得可能是韩国人下出来的，有可能。就一开始第一个能够想到这个碰的人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是这个有点，但是他下，他关键还不在这个布局，我觉得关键还是后胜负决定后面。对对，这个有点违背常理，但是呢和我们说的那个理论稍微不一样了。对，所以这个棋理啊，根据时代也是有变化。没错，现在都不讲什么棋理，反正你说我好还是坏，你先拿出来，你试试你的招。现在要实战解决。对，这是别的说什么都不行。对，咱们实战解决，这个也是，现在都是这个，都是这么干的。对，你要说理论没有，你得赢棋就实战解决，看你能不能有招。对啊，你要是行了，你的力量关键，我觉得你的力量，中盘力量你做后盾，然后你才能建立你的理论。是。现在黑棋扳，那必然是双飞。双飞燕，白棋双飞啊，它是直接是双飞，这个也可以考虑高位，也可以低位啊，它是走的是这个双飞燕，这是普普通通了，对，再简单了，嗯，它。他下的也很有，很有特点。是没有往，他是往歪一路的这个哈、他飞了一个，他是飞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棋的想法确实有些与众不同。这个招法下出来就是普通人尖，他要错一路。对棋的理解不一样。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相对那个景山裕泰啊，他是日本现在排第一位。对，没错。他的棋是不是跟他还不用？他好像所谓的正一点是吧？不，也不能说他歪啊，他是就是说稍微本格正统的。他的前半盘比较本格一点，但是他后半中后半盘的力量也是力量，他的力量相对于就是像别的那几个棋手来说，他要强一些，我觉得。你说他的棋下得很紧。你说景是的，景山一就是景山的棋，啊、这是下得很紧，也是有点像韩国人。力量型的，对，没错。看来主导的都是现在力量说话，现在全部是要凭力量，要靠力量说话，什么都不用说。对，那就免谈了。免谈，现在必须力量要强大，然后再说别的。对，现在黑棋飞，他走这个，这个白棋这个也是够扎实的，可以。是的，是的，是吧？嗯，他是在这个地方飞一个。对，他飞完了这个棋形就有点奇怪。本来如果说黑棋这个子啊，他刚才是小尖的话、那他这个子比如说你尖顶然后一飞，有人这样下的啊，但是他飞完这个之后，这个棋你想护住脚就很困难，找不着形了。对，不知道应该走哪儿。哦，他飞啊还想攻这个呢。对，哎，他看起来就不想防守。哎，对对对对，他想攻你呢，他是以进攻说呢。对，他呀就想攻着你啊，逼迫你走，那么我也张势。对，是吧？这也难言好坏，这只是个人对棋的理解不同。对，嗯，白棋也不肯挡了，再挡觉得委屈，我补了一个还挡，他就拖一个。对，白棋要拖脚。拖一个，他觉得你这个棋形，这个被人家一拖很难受。拖一个，他最希望你是这样，你扳，他走这个，起来然后再一连扳，他一连扳，打吃打吃打粘上、这可能白棋希望的这种形状。这黑棋有点难受，想对，嗯，所以他没有这么下，所以干脆黑棋这个三三他也不扳了，他就藏在外面。这是那个谁啊？山下敬武。山下敬武的他走这个，爬一个，赶紧爬一个，对，
他把脚地也看清了，他觉得这个 脚不要了，对，我也不想要了，脚不要了，啊，对，我就把你的这个给你，把你的眼位给破了之后往外赶呗。对，他这个倒是也符合前面这一靠的这个基本的思想，嗯，因为他是想扩张这块嘛，那么把白棋这块变成孤棋之后往外跑的话，他可以顺势把对，他就想借你的力量，让你借力围控，思路是很连贯的。白棋现在飞了一个，飞一个，这个棋也正常，这个走这个，尖一个，飞一个走这个，我也找不着这个形，这个他也是，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有点乱，说实话有点乱。他这个倒是我觉得是一个是个形状。您觉得下来还不错吗？哎，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个形。嗯，单走被他跳那个。这个呢，你要是往这面走，它是这样。对，它正好。你只能是断这个，你不能这个断不了。嗯。走这个，走这个，应该这样吧？这个哎，往它里渗透一下。对。然后这个白棋考虑那什么时候把这跑出来？那有可能。这个我觉得白棋是那么回事儿。对。是个形状，但接力。但是黑棋他就希望黑棋这么下嘛。对。希望黑棋这么他正好顺势往这边过来，这是他所想的哈。但是白黑棋啊，也不会那么按你的思路，按你思路的他就合适了。他是直接这么走，往外冲一个，往外冲这个，他是往那边冲。哎，对，黑棋往外冲，对对对对。然后白棋长，就冲到这儿了。对，他一路走过来，他不借这个力，不给你使这个力。对。他这个时候这面定型，然后再这么定型。对，黑棋还是要贯彻自己的意图，他并一个。对，然后让白棋连上之后，他再往前长。哎，把围这个空下得很结实啊。结实。他就一个一个长，然后下一步我还能小尖。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他的主要思想。对，反正想拽着你，刚开始拽着对方的孤棋围大空是最好的。对，借着你的弱势，你不敢随便轻易进来，就怕人家都活了，我围控那就不好围。人家都没有毛病，你围控啊，他随便打入都可以，且围不住呢，是吧？对，白棋拐他靠，这都是基本形了，嗯，是吧？这是基本形状，这个都比较普通了吧？这个就这面就定型成这样，你说一定说哪个好坏，现在不好。定论，嗯，喜欢谁？嗯，不好说，这不好说，这实在是不好说，不好说。那关键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接下来的，对，我也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反正这个战斗好像是无法避免的。这里面肯定是得进，肯定得进来了啊，毫无疑问。怎么个进在什么地方？现在那外面也都没啥意义了，都走的，这是关键的啊。这个地方你围那么大。这么就一张都全是你的，那不行，必须要进来。这绝对不能答应哈。现在怎么走进来？白棋实战打的是这个。这个也是有，但是我说这个棋，我倒是有个想法，我说是不是别打那个？您看是不是直接从那儿进去？哎，对对，我说要么就直接。就直接了当一点，这儿还是高挂。这儿。啊，这儿。这儿。哦，这棋是打在这儿的。我想打这个。啊，那如果说黑棋尖住的话，您我大飞。哦，您就大飞。对。哎，这个倒是也挺简明，看着。我想这样走。哦。这样看看有没有你，反正在里面逃火。嗯。彻底先逃火再说。今天我又学习了这个打入的方法，刘老师。不要。因为对于这个拆四拆五。我也不知道应该打的。完事我觉得这个比较最狠。哦、你要接那面我拖三三，反正就那个。对。我觉得这样把你掏你的空啊，让你感觉到疼。嗯。我觉得是最狠的。主要是这个打法让黑棋不知道怎么办。哎，我让你。他反正不是尖这儿就尖这儿。对。白棋的。反正我。下法一目了然。一步到位，给你拖就直接给他破了就完了。嗯。对，让你这个效率变低。给你套火，这个怎么样？这个挺好。这你走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这要怎么走。这不知道怎么走。怎么走？这个你再走，反正我就不管走哪个都不觉得不太好。你接呢，我就愣爬。对啊，就这样吗？对对对对对对。就把空全给它破了就完了。对，嗯。再爬，再长，再爬，就这样。你搬我就断，就这么来呗。对，挺好。反正是这样给你套火，再说了。
是的。这是一种下法，但他没这么下。这个，我说我给的这个，您应该给他出一下主意。不是，他们下肯定有比我有道理。我这我们讲棋的总是没下棋的高，在这个，但是呢，给他们出出主意还是可以的，自己的想法啊。那么他打入这个，现在白棋打了这个，这个，对，这个比较，他白黑棋肯定跳起来。对，黑棋这跳起来堂堂正正。因为接下来这个点三三是不是黑棋这儿尖过，这儿尖了，他是在这儿，他后来尖的，后来尖的，对。那么现在如果你啊飞的话，假如只这样，他这个好像黑棋挺满意的，黑棋这个满意是，你这个他这个空他就围这个他就合适，对，是的，是吧？嗯。那你要是这样的话，只是这个，那就不能在那儿了，对。就说明他打的地方不太对，可能是还是应该像您那样打在那儿比较好。再打他就尖在这儿了。对啊，这不是他围控的中心吗？啊，所以还是想办法往那儿进。这样黑棋满意了。对。那么怎么办？他就，如果你打这个，他就尖这儿了。那肯定现在有了这个。因为你有这个，对，这两个肯定就尖在这儿，毫无疑问现在。那白棋尖那个。白棋尖一个呢？跟他交换一下。交换一下。主要是为了防这个点三三，因为这个点三三很厉害。尖也总便宜了，他就是想，他是然后再打了一个，打在这儿了，对，打这儿，反正打过一路这一路，他黑棋肯定都走那面了，因为不可能让你走这黑走角了。嗯，这黑棋守的还是很坚实，他就小尖一个在这儿。对，可以，他反正是吃一边呗。对，吃一边，都是拼力量，这都是拼力量，力量大太大。那白棋活角，白棋飞了一个，白棋活角是吧？飞，然后现在黑棋尖了。黑尖，对，这个是先手一步。对，那现在就是那个你有可能是损的里面，对吧？损的，现在就是这个定型的问题了。嗯，这个定型，黑棋想的什么招呢？黑棋力量比较大，力量大，他飞一个，这个正常吧？飞一个正常。还算比较普通吧，普通。如果说白棋肯很委屈的在里面说二路这么做活的话，那黑棋也可以满意了。白棋肯定挡了。对，挡住。如果说他切起来的时候他肯这样，哦，那这个当然是。你如果这样，他是黑棋希望是这样。对，那把它搬住。黑棋希望这样，这样呢以后还有一些便宜，比如挡先手怎么的便宜。那他这个空，黑棋希望走成这样，他这样满意。是的。这个他可以满意。嗯。这是黑棋希望的，但是白棋不肯呢。对对对对对，对白棋他贴这个，走什么呢？这个棋白棋，白棋现在，他不肯尖的话，他总是要往外出头、啊。黑棋这个也挺硬的，对，贴一个长一个。对啊，他就飞了贴住，实战他飞了这个，飞这个，比较狠。他要求出去。这个、对，他是。黑棋走的，我确实是没有想到的一个强硬，没有想到的强硬。他在这个地方冲一个，他还怕白棋贴呢。对，如果你单尖还怕你贴呢，直接就这么冲一个。这在这个地方一副要吃人家的架势。这么冲一下走一个，这个就是特别强的想法。嗯，是的，特别强。没错，他觉得好像白棋这块棋，我就恨不得把你眼全破光了，一个眼都不让你做起来。特别强。现在这底下只有一只后手眼，是啊。那么另外一只先手眼，你就得到中间去找去啊，要不然的话，这块棋怎么活、啊？这出路好像不太容易找。就是说，反正你尖我就断。对。这就是这样，它很强。嗯。白棋在这儿先来一下，是吧？对，白棋飞了一个。飞一个，它就还是贴。你和下来我还是断。嗯。够强的，你如果尖这个，它就。咔嚓就给你断了，直接就给它断掉啊！你走这个吧，气不太够吧？他就走这个啊，他给你就是这个里面，反正我两边我是总有一边比你气长，对，你直接杀我的气，你想跟我哪边杀？你选一个，你选一个吧。强手太强了，这个是属于硬的太硬了。这个时候如果现在这样，你走直这样
这样这个还真的气不够。对啊，白皙气还真的不够。是的，嗯，可以刚才藏是不是藏在这儿就可以了？藏也可以哈。对啊，它如果挤完了，挤完了这儿有个挤打断，这儿有个打吃，它也没有办法，来不及了。哦，这个下边还真的白皙不行。对，它这个就是。真是暴力强的强行，强行这个，他反正我的都厚了，对，没有毛病，是的。你走什么我就给你硬断，嗯，硬来，对，黑漆这个是属于力量型的啊，嗯，这两个都是属于代表日本就是最强，最强的手了，两个都是我觉得力量型都有代表性，没错，都是力气，嗯。那么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刚才刘老师摆了变化哈，就尖下去这个被断掉不行。嗯、那么白棋怎么办呢？这上面要做出一只先手眼来啊，这块棋才能活，不然这个回家的路太远了，嗯、实在是。啊、所以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第四十届日本棋圣战挑战赛的第二局，由井山裕太对阵山下敬吾。刚才跟刘老师呢为大家讲解到这儿，现在轮到白棋下，白棋这块棋面临的怎么处理的危机？哎、刚才说这个尖下去会断，对，白棋对杀没有成算。嗯，是的。那么现在这块怎么处理？这是、嗯、现在要面临的。白棋是飞了一个，飞一个，嗯，飞一个呢，再尖的当然这个黑棋跳住，对吧？黑棋跳过去了，那么现在就看白棋这块棋要怎么处理，对、上面要搭眼，他实战就单长了一个，单长一个，嗯嗯，现在黑棋再跟着走，贴一个，然后他跳，跳，粘上，虎出来，硬杀也。不好杀，硬杀有点，哎，杀硬杀也杀不了。对，现在他是你这儿也有个断，有威胁的，是的，瞄着就往外拽着一块往外走，嗯，然后黑棋呢就很简单的靠一个，是，其实靠呢就是补这个断点，你现在断不掉了，我把你扳死了。靠这个主要是补这个断点，威胁这个地方有跳断，嗯、对，你当然你断我这扳死了是肯定不行，现在你要不走这有个跳的断，嗯。所以白棋得补棋，白棋在这儿挤啊，挤一个，挤一个是损的，因为伤着这个了。但是他为了补那个断，你要不挤这个被一跳就断下来了。对，就没有这个子的话，黑棋跳就把它断了。一跳你冲我再一双也就断了。哦，就双倒。双断。双断。就不用靠这个，哎，虎断它，省得人家还断你。你再冲我再一断，啊、那挤着气呢，就掉了。对，是。所以要挤这个。黑棋虎挤这个呢，哎，这个就没有跳了。对，现在跳不断了。跳不断了，嗯、那么跳住。白棋跳出来。跳住，对。现在看起来白棋还算比较成功，就算是逃出来了。是啊，现在算逃出来了，逃出来了，象字也破了呀，但是这个棋也破了空了，但是这个子伤了，之前死了、死在里面了。对你这个子等于说是跟人家这个跳交换，对，人家这个跳还是很有价值的。对对，如果这个不交换，当然好得多了。对，就是直接活下去，那就没问题、现在他是黑棋大跳，大跳，对，白棋再往前跳一个，往前跳，飞刺一下，刺一个，这个时候白棋还是基本上是粘上吧。对，他就冷静一点嘛，人刺就刺呗，刺粘上吧，心平气和一点啊，粘上吧，粘上是个普通，挺好，粘上没有什么啊，粘上这个棋局，我觉得把这破了还是很有成果。对，这个棋控来说，白棋还有优势啊，还不错。这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边控这个棋拼控嘛，拼控是有优势。对，哎，应该粘上，粘上粘上比较好。景山呢有一些追求，他想把这个断补得更好一点。对，哎、他这个不是那个啊，景山裕太他是这样，对对对，他是走的这个，冲。他冲这个。冲这个。扳住。对。然后再一冲。对。嗯，是这样。这个棋呢，对于走成这样的时候，让这个山下敬吾是比较力战棋的棋手给他机会了。他你看他走个狠的。他没有放过这个，他居然顶了一个，他直接顶要断，这个就太直接了。你走那个我就挖断，对，
这块旗不能给留下来，那全部就进去了。对，你那毡被我挖断，这就都溜下，这都没问题，它的黑旗是活的。对，这招太狠。我觉得景山可能忽略了人家这个顶，嗯，有可能是他没有注意。那这个，那这单毡是最佳。所以这现在走这个，这么高的旗怎么忽略这个？没看见是吧？他退缩这个，嗯，被冲过来了。这个棋黑棋冲过来了，黑棋便宜。对，这两个子等于说掉了，都搁在外面了。是啊，还是没有粘，我不觉得这个应该粘上吧？刚才明白，嗯，这个冲过来，对，白棋搬一下，搬一下，对，是这样。然后这走了一个，这个棋白棋粘，粘了一下，给你交换，哎，这样大家这个它算联络了，嗯，也反正定形成这样，然后长一个，对对对对对，嗯。这就这告一段落了，这告一段落，黑棋这儿活了，这儿吃着了，嗯，这反正这个总的来说，就是被割断的话，黑棋还是挺厚，对，黑棋好下。而且呢，你不要以为白棋这块孤棋好像跟那块孤棋联络了啊、嗯，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你连起来还是没有活，中间是没有眼，对，这个地方人家断了，可以让你做成一个假眼，做中间是不是眼、啊？这里也不是眼，这里有一个后手眼。也就是说，连起来还是没活，就是一块棋还没，还是在，还是没有，只有后手一个眼，没错。那现在黑棋比较厚，他又折先手，应该说这一块我感觉黑棋还是便宜了，黑棋得分了，嗯、得分，嗯，得分、哦，对。然后现在黑棋这个是逼住他，对，因为这个棋他、嗯、这个景山他会下这种棋，他喜欢，这就是他的棋。山下是吧？山下、哦、山下山下就是这种棋，乱战，拎着对方拽着就是战，这是他的拿手的棋。嗯，他对这个最拿手这种。嗯，而我看他棋很多，几乎很多棋都是这么下的。哦，他我觉得应该还算跟您要比景山来说的话要接近一些，因为他是78年出生的。哦，78年出生啊，对、哦，今年还不到40岁。所以，对我还是晚、对。对于您肯定是往后了，但是就是说，相比于景山来说，跟您的还接近。对他年龄还算大一点。对对对，他是平成年代的天王。哦，是是是，嗯、他当然比伊前基基这个要年轻多了。那要年轻多了。比伊前基基啊，这个那我们那个年代。对，没错。就平成四天王是一个是他，还有个张栩。张栩、嗯。羽根直树，羽根直树啊，另外一个就是高尾深路，高尾深路现在成绩也还不错。对对对对，嗯、这是日本那个他们那个年代、啊，对对，跟我们那个年代什么差了一个，差了一波，差的不很多。我们那之前小林光一、大竹武功啊，啊对对对加藤啊、嗯，后来伊田基基啊，嗯、这小松英硕等等啊，对，哎那个那就往后了，这对对对对对，现在是，哎好，我们看这个棋啊，走这个，不管怎么说，他们是现今最强的。对，哎，白棋显然有点不甘心。这个是，他要把它断打出来，要断打到、哦，也只能这样。黑棋跳出来，对对对对、哦，这个是一个乱战的形状，乱战。那么接下来白棋这四个子，他不肯这样，就是自己特别老实的，就是比如说这样连一个，他就是不甘心。他再贴一个，你更难，这黑棋难受。一贴他不舒服，我觉得不舒服。哦，哎，你这好像也不太对，这看再来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办，这能穿出去，穿出去看着也不太对，这棋形。对对，这个你补完了之后，脚上还有个三三，你还得补一个脚。是啊，所以说这个。所以这个形状，如果只是连的话，后手连被它挂了之后，你这个围脚这个形势并不好。嗯。第一感还是要反击。对。感觉是反击。他光想联络是不行的，黑棋就走在外面就行了，所以他这反击在这儿。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要尖的话，它可能长。哎，他就对对，这个尖他长的袜他也会长这个，这个棋是一个乱局，走这个呢，这棋啊，这个是，这也是眼见的一个好形状，对，这是那个最常见的，对，最常见的，我觉得好像山下的棋还是，就比较本分的，它棋的棋形还是下的挺正的。哎这个、整体来说，作战这种棋金呢，这个他们都不缺。这山下对这个是更敏感，啊、那肯定更喜欢，更喜欢这种，更喜欢这样的乱局。这个棋呢，这是最普通的招数。嗯。但是呢，我总觉得这个棋，走在这儿是应该感觉走什么呢？我看啊，
感觉是不是想不太好像，如果加的话，它很势必会冲吧？冲一个可能，它冲完了这个断一个吧，断打长一个，然后您敢挡下去吗？这棋把这个先来一下，先冲一下，先冲一下，先冲一下。你大概挡？得挡吧？大概是这样吧。哦，在小尖尖住，那这样白棋看起来还不错，这样前景很好，比实战强多了。感觉这样是不是作战是不是可战？嗯，可战。你有点脚吗？我你那个杀气，我给你有的干。对啊，可战，可战吧。嗯，嗯，这样应该说，他这个冲的时候不挡也不行，即使粘在这儿的话，白棋依然小尖。那你这漏着风。对啊，现在已经、这个早先亏一堆了。对，大概就是这样吧。嗯，这样的话，白棋不输吧？这样我觉得白棋挺好的。黑棋占不是那么很容易能够吃住我的。嗯，他现在要冲吃吗？不管怎么说，这个棋我有的占。嗯，我觉得白棋还可以。白棋有的占，但是走到外面去了。对对对对。本来是这一线是黑棋想要下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对。哦。那么这个棋咱们就说啊，这个棋白棋我觉得这么下比较合适。对。他走的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啊。不明。不明，他是压一个。压一个。压这个，压这个棋，被他搬下来。搬这个。这个棋那就没有别的变化了，那只能加断。对啊，只能如此了。嗯，我刚才说这个不走单加，那就不一样。对，那个下法不一样。嗯，要么就单顶一个，也是一招。嗯，他靠一个单，这个就有可能把脚给走死。对，那现在冲的时候，白棋不能这，现在不能这样，他下面搂了。这样，下面打了，下面打了，不行，哦、这个白棋这么走了，对，那不能这样，所以他是先顶的，必须先顶，对，但是这次序不能错，能错现在白棋肯定可以从下面打，那下面打的黑棋完了，嗯，那个现在是他必须是先顶，他先顶这个，你不能退啊，这个、退不行啊，对，退的话被人家拐出来，这两个子要留下，这个完了，这不行啊，对，你这颗子变成废子了，嗯。刚才那个不贴单加就不同了，不贴单加就不一样，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现在不这两个子交换完了，再加这个是白棋坏了。嗯嗯，那这样的话就顶的时候，这就实战的必须要挡，是能挡了。这就是这样，但是这个作战的场合，我觉得有问题。你现在这个脚大脚没有啊？大脚很大呀。你现在。等于说自己这个脚得赶紧忙活，对，这好不容易活了，这外面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这个脚你气掉太大，对，现在他是这两步棋下完，好像就觉得这个白棋就很难办了，现在已经他打上去了，打上去了，对对对对对对，打上去，这个就打劫，成打劫。嗯，打劫关键是什么？现在黑棋劫材不少，我们看啊，打、这个、打吃他白棋提劫，对。哦，黑棋并他这个劫，对，这现成的劫材，劫而且这是回头这中间全是就是我说这个断是有劫材的，劫材这断完了几打，这个顶也是劫材嘛，啊、是吧？嗯，顶也是劫材，断也是劫材。黑棋提掉，对，黑棋提，嗯，对，嗯，这个劫关键白棋在这地方就选择了一个打劫，嗯，打劫呢，但是劫材上黑棋有利。这个时候白棋找劫材也应该顺手找这种劫材，你说白棋冲一个，我就奇怪他为什么不冲，我说这不是现成的吗？冲一个，对啊，我估计冲他也得挡，对啊，这劫他肯粘回去吗？不会，不会，不肯定挡，那肯定得挡住，哎，对对对，他就是不肯，他冲完之后他看黑棋双一个也是劫材，哦，也是劫材，那他这个劫总反正那个劫黑棋劫材多，对。黑棋肯定劫材多，那怎么走？但是就我觉得这个劫材多，就是说你前面设计的时候，白棋就不应该给他走这个大劫。嗯，就是说别去压了，就直接加出来。对，啊，你既然走了，这就是没有办法了，就只一条线了。嗯，只能往前走了。没错。那么现在打这个劫的时候，他知道劫材不够了，结果白棋呢，他走的这个找这个劫。对。但是找这个劫啊。这个里面
有无伞是活棋，对，里面是活棋。我觉得他可能看到人家是活的，那他主要也没有。他如果想在外面走两个的话呢，他觉得，比如说他走一个的话，黑棋还有可能，是不是要在外面接着跟着他硬啊？不不不，这个棋当然是这个他劫材本身也不够，对，但是这个呢就是他就看问题在于他打不赢。现在黑棋把他给消劫了，这个里面是活棋，对，活棋。这个他实战这么一爬，这一坐，这儿有个眼，这上面一个眼，嗯，等于是就明显活棋。对对对，你长了他一双，这底下是个眼，一爬是个眼，这活了啊，这就明显活了。如果我们说啊，如果点一个，我在当时看。白棋如果点一个再爬怎么样？好像也是活的。哦，这样也是活的。也是活的，我看了也是活的。这个时候，黑棋最佳的是什么？最佳的是就单做一个眼是最佳。哦，单做眼。底下一个眼破不了，下面一个眼你破不干净。终于发现了，他是不管怎么连都不行。他这样连，比如说瓦粘，就瓦粘，嗯，然后白棋得连一个，要不然没连上。不断了，这走这个，对，他得连一个。这走这个，走这个。然后这对靠一个靠一个就行了，嗯、靠这个。靠完了，一冲一挖吃就行了。就活了。嗯，这是他吃不死。对。对吧？点完了一样，他是进活，那这个棋就是一个，我认为就没有。就是一个官子棋，嗯，是吧？官子最多把自己眼位加强了，但是官子棋那个角太大了，一下都全吃了角，对，变成黑的了。这一带，哎，对，这样，那个太大，所以他点完了爬，还人家还是能活，是吧？对，他实战是不，点完这个也没用，所以呢，他就实战那个也，他就单爬一个，单爬也是一样。他的坐眼，对，然后飞一个是吧？对，飞一个白棋小飞，黑棋又爬了一个，爬一个，反正他活棋了。是，嗯，那这脚死的实在是有点大。这么，这只是个官子，那面呢脚被吃了，这个棋亏很多。是的，亏了，没错。亏了这个就和我们刚才那个预想啊什么加出来这个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现在虽然亏了这个棋呢，还没结束啊，还得继续进行，看看怎么样。但是毫无疑问，这现在是黑棋优势。黑棋优势了，那这只要把中，但是中间你不要被吃的太大就行了。对，但是这一带你也得好好下哈，不能瞎下。不能被吃的太大。嗯小心一点，山下下的是这个。它是这个，嗯，这个呢，就是说你如果吃了，他就可能走把局面定定型，他觉得形势不差。对。但是呢。这个景山一台他不肯，景山他跳了一个，跳一个，嗯，他跳这个，想要吃的越多越好，想吃的大，嗯，想吃的大才这个棋，因为这个这么有损失了，这那个大肥脚给黑棋了，对呀，外面这就稍微气一点他都可以，哎，这个棋，我觉得这个地方白棋这个地方应该有作战有机会，这个这么肥脚给吃了，怎么着？我觉得只是得到一个官子，我实在是觉得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嗯。然后黑棋跳下去了。不，黑棋是先走、这个。黑棋先走这个。先走这个，走这个。先并了一下。先走这个，对。然后等他接上，再跳这个。对。嗯。是这样。这样呢，就在你让你吃我也不容易。他现在不走，我这飞一飞，你没法吃。对啊，这黑棋只要跑掉，基本上就没什么戏。你如果飞那个，我是飞这个了，是吧？它、啊、是冲的。对，白棋是冲的。冲的，对。对。冲它再跳。黑棋跳。你如果飞那边，我这儿一飞，这个棋它你还不好吃。对，人家就回家了，有可能走了走了。不好吃。连上了。哎。一会儿。所以他是走的这个吧。这是挑最狠的下。也是瞄着他的眼位。如果你一味做眼的话，我有可能要想全吃你。嗯。想全吃是的，哎，如果你再
财迷想要的话哈、啊，假如你顶，我就顶。就比如说顶一个啊，黑棋顶是吧？对，白棋就顶一个。顶一个啊，就我就想办法想全吃你呗。这还有个挖断。哎，想吃你呗、嗯，就是给你那个什么拼这个了。啊，这是白棋的希望啊，但是这个棋，这是不是不太现实、哦？我也许你顶它就飞了，也点了也可能、哦、啊。但现在它没有走，它是跳下去了。黑棋跳了一个，黑跳，嗯，黑棋跳一个，黑棋跳，下得很灵活啊，这棋，他觉得这上面好像你如果吃这六个字我就算了，下这个跳一个对、啊，对，嗯，他先把这个底下的空给破了，对对对，这六个字的价值还不见得有底下大了，吃上面他算了，嗯、是的。你吃这个，他这个是转身对的，对，否则他这一走这个，他哎一冲啊、嗯，他赶快转身。如果你在这儿一味想还都救过来的话，有可能要被全吃，嗯、那就这白棋就、他是巴不得你这样走的，对，冲一个，嗯，黑棋飞住，哎，他转到底下去了，对。这个还是下挺好的，我觉得山下他把这个弃掉，他然后再、嗯、如果你再冲，他把这个跳下来收关子，就收空了。如果你冲这个吧，他跳你走，他可能拆一个、嗯、这样，比如说这样吧啊，他冲这个冲这个对，然后黑棋就跳下来是吧，跳这个，哎呦，我往前一路跳一个，哎，对跳这个，跳这个，嗯，你可能跳、这个、白棋跳下去，跳这个，哎呦，跳这个，跳在这个地步，嗯，跳在二路是吧？二路，对，二路，反正就跳一个，跳一个，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跳黑棋就往那边拆一个，嗯，拆一个，然后黑棋就拆过来，这下得很舒服。对对对，那底下的白棋都没空、啊。对，黑棋的空比白棋还多。对，啊、嗯，是，这挺。所以这个大概就成为这样。那么黑棋没有，他是走的。没有，他是搬的这个，对，要么我觉得要么吃也是先点完之后把那个吃掉，这可能空不够，对，他觉得不够，他想拼一下，他就搬了一个在这儿，嗯，然后长白棋从底下爬，他想把上面的空先守住，然后回过头来再吃这儿，可能这样呢这空上才能跟黑棋一争胜负，要不然的话白棋的空可能不太够，对，这确实是啊，这、主要前面还是这个脚上的问题、那个脚上死的太大了、实在是黑棋这个损失过于惨重，白棋长啊、黑棋靠一个在这儿，这个靠一个是好棋，嗯，靠一个好棋，他这个呢又他就如果你只是冲白棋冲一个是吧，现在如果只是冲这个，那他就可能就虎一个就行，嗯，虎一个，这虎一个正好这个形状，两个虎口全连上了、对啊，挺合适，回头这底下再连一个就行了，对，他这样是黑棋就挺高兴了，对，这白棋如果现在想吃的话只能这样冲过来吃，那不行，那这底下还能下去呢，就随便走一个就下去了，嗯，他没有这样下，是，所以靠的时候白棋想了点办法，他从这儿跳点了一个，但是这个棋被黑棋啊、这个虎了之后啊，嗯，你这个冲不断了，对，冲断的虎住了，这个地方只能从这儿冲断了，哎、这个地方你要再吃只能这么吃了，对，他只吃这一点儿，他被他连上之后有可能空不够，他还不肯吃这个了，又不肯吃白棋，不肯吃这个了，白棋不肯吃这个，他从这边冲的，然后黑棋他说你不肯吃这个，我连这个都不让你吃，这个就不对了，这个棋啊你看这个黑棋连为一片了、把这个也救回来，你冲我能冲回来，这个等于活了，对，是的，挺大的，嗯，还有呢，还有不走，我这儿要冲断你啊，这个厉害，哎、这冲断这块全死进去了，所以白棋也没办法，只能拐啊，现在那你这个棋就现在空就没法说了，对，空已经不够了，空不够了，被他这个都这都本来死棋变活棋了，嗯，他的形状也挺好，攻没攻出效果来，那么当初我在想那个刘老师他找劫的时候，这个打劫找劫的时候白棋是不是还是在这儿连走两个会好一点，连走两个不走这个是吧，对，这个不就是几步棋吗，哦，
这个棋连走两个都比这个强，你看看，还真是。连走两个，我也觉得他等于说他走完那个，他就跳了一个，让对对对对对让人家在这儿先动手。对对对，这太宽了一点。等于是你去搬了，被他走这个了。你那这个搬可以放在中间放一个，随便放在哪，哪怕飞一个。你放哪儿也比那也比这个，这个大概就多少目棋啊？是的，有个十目棋，哎也而已吧。不明是吧？你说的 对，说的其实那个也比这个好不少，找中间两个劫财。那明显那个劫随便找了，对，他走那个他肯定提那个，即使那样形势不算好，但是也比这个强。对，这个好像不知道是他误算了，还是觉得他很绝望的想打赢这个劫。对，想试一试黑棋，是不知道是什么意图。有问题，这个有问题。嗯，被那个这个棋这样走，黑棋这个腾挪的也很漂亮，因为我觉得就是白棋在形势不利了，他才会这样走，使得黑棋更加的更加的扩大优势了。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角的打劫，哎，对对对 对，后来下面哎对，现在黑棋尖了一个，尖一个，嗯，活角，现在是白棋，白棋跳，现在就那个地方了，就是时控不太够，反正就是想吃它了啊，冲一个。尝一个，这是拼命的下法，没错，拼一下，然后黑棋中间还断了他两下吧，断一个打吃，这个是要一下那个，先把他的眼给破了啊，这个以后这个叫吃一下，那没有眼了，这整块白棋其实是没眼的啊，这也可能是一种心情，他就然后动手，然后再冲，动手在那儿挡住再冲过来，是白棋冲上来，他接上了，他接住，哇，好，这就冲断，必然是冲断了。这个两个人，他还冲了一下，冲一个，考验一下黑棋，然后再断掉。对，因为他这接上差半只眼呢。啊，差半个眼，那个再把这个粘上，粘上是吧？嗯，这个棋黑棋是连了，对，那个棋就那一块棋啊，那个角死活的问题，对。但是目前那个这儿有一颗白子，这个棋不太玩家不好吃，他自己先得连回去，他自己一步先连回去，他自己就生死都有问题。啊，对，即使但是让他吃也不好吃，因为他白本身也有断，有冲断，他走这个哈。对他，因为白棋看着上面还有个掐断啊，对，这儿有个掐断，这个有个掐断，得小心一点。对，你别一个不留神被人有个掐断，这个他想黑棋走这个的目的也想。先手有可能想找一个先手的问题，对对对，也可能走这个呢，护着那个角啊，不至于被杀，没错，借那个，嗯，那个角有，那角很大呀，那个角被杀那肯定完了，对啊，不能被杀，现在白棋断，吃的断的啊，打吃，对，提掉，把这个走掉，然后护住，护住不断，那个角最多的。你要是想杀我的话，是他打的这个，但他不打这个怎么杀？如果爬一个也不行。现在爬一个他冲这个也活了，我看，即使冲也活的吧。冲完了这有个冲断的，白棋无法抵挡。也是活的。是啊。你除非最狠的就是粘上，白棋粘这个。哎，最狠的是粘上，是吧？白棋粘这个。最狠是粘上。粘这个那他随便立一个能吃得掉吗？立他不，目前来说，他拐一个都先手，这还尖了。目前来说应该吃不掉，应该吃不掉。那他目前来说，他就立了拐也可以。他实战是打吃的。打吃的啊。对。最狠，其实粘那个是最狠的。他打吃。然后黑棋就拐一个，白棋把这个断了。断掉。对，不断这个尖了，补这个做回。好，这个就是那要这样的话，他冲了一下啊，冲一个，挡住，冲个挡住，冲一个，他不是立的啊，他挡住，挡住飞先手喽，对，这个飞是先手，这是黑棋的权利，黑棋的权利，然后黑棋还要求先手搜刮他一下，他搬了这个，搬这个，是的，搬这个，搬这个那个棋，这白棋依然不好杀，不好杀吗？不好杀，您要杀他的话，只能粘上吧。只能粘，那还是粘这个。对啊，只能粘这个，粘这个，那么黑棋顶。对，这。哦，那个很麻烦，那个吃起来那个眼位太大，可不好吃。那个
特别大，而且它你要只能打结的话，它这儿吃你也受不了。它主要是两边一路搬都是鲜熟，嗯，这个局部只能下成一个打结沙。那个杀完气，可能自己气都不见得有黑气多。是的。所以黑白棋顶了一个，白棋顶这个好像有点，因为他不走的话，他自身也没活。对，黑棋一顶，他这块棋还没活呢。他没活，嗯，所以他顶。他顶一个，但是这个时候黑棋就没有留情了，手下不留情了，这个飞一下，粘上接上，再往上一冲。哇，自身没活，这一块没活，他就冲了一个，补自补一个哈。啊，自补一个，这个眼等于是个后手眼了。啊，也有问题。像白棋全盘只有一个后手眼，这冲他就接上，接上他就搬一个，嗯，再搬再立，这块活的。对，现在看白棋这一块啊，这个巨龙，这个巨龙，弯弯曲曲的巨龙，这里不是眼死掉了，这儿没眼，这儿没眼，嗯，那只有这个半个眼。对呀，啊，那你这个棋就死，你只要分不断黑棋，这个棋就完了。就死掉了，对啊，这个棋是白棋就整个大龙死了，那个就不用考虑了。对，那个吃了也没有用，太少。这个棋是山下敬武，可以说他比较得意的一局棋。对，这个他把这个对方这个景山裕太给杀懵了。对，嗯，主要的白棋的错误从这个没有接上开始。对，如果像您刚才说的接上的话，就没有后面的一系列的问题了。对对对，日本的新一代也都是力战棋，也是比较倾向于力战的。嗯，很难看到像这个本格的棋已经不在线了。对，没有，很少有了。嗯，好，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执黑的山下敬武呢是中盘战胜了景山裕太，那么小棋胜的这个最后的挑战赛呢，现在是1-1平。嗯，这个是五番棋的决战，所以说呢，嗯，接下来还有三盘棋，还有三盘棋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